我是刚刚的车长，在110年，又是我一个喜欢的东拓火车站。110年是1月13号，今天拍完分析火车之后，就要来马兰啦，马兰火车站哦。哇，真的很酷哎！有一个东拓市的火车站，然后17:20说拍的是，这就是著名的马兰火车站，在东拓时期曾经存在过火车站。啊，现在还有意向铁轨的，对吧？哇，这个就是东拓的感觉，马兰情歌有吗？哦，还有台东车站4.1公里，然后台东站2.4公里，等于是台东旧站是2.4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片，可以帮我赞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看我们马兰站你好。对啊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只可惜这一条路线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啊，我就觉得最可惜的地方，啊，台东马兰火车站，对吧？旧新的站不见，然后就也变成一个步道了，啊，因人而异啊，有用处也有坏处的。啊，谢谢各位，那这样，因为我们要去铁花村了，拜拜。那我来念一遍台东。马糖厂哦，这是啊，这边有路线图有没有？南回铁台东站呢？只能说花东真的很好，很赞，对吧？拜拜拜拜，谢哥，再见，晚安。